给他蒸的那个西兰花，你看，第一次吃哦。他还蛮喜欢的。你看，掉到这里面，他还想要去抓。好吃吧？是不是很美味啊？很好吃是吧？还真的回应你了哈。好吃是吧？宝宝，拜拜，拜拜。他不想跟你拜拜。掉下去了，他先捞上来哦。你看，好大些的门盖呀，这个不要，这不要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，知道想办法吗？看他怎么办。抓了，抓到了以后，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你看，抓到就往嘴巴里面塞。宝宝，又掉了，又掉了。他这个围兜还是个藏东西的宝贝啊，是一个接菜的一个玩意儿。这里嘛，仔仔，这里，对，继续讲。这个围兜设计的蛮好哦。长一点他就抓得到啊、哦，太短了他那个手不好玩啊、哦。哎，笑死了！你看又掉进去了。太逗了哦。耶、他的手越来越敏捷了哈。好不好吃？掉了就知道往这里面去捞哈。刚好等你吃完那个，这个也凉了，不烫。这是上次我们买的面条是吧？给它放在西兰花一起煮。倒了嘞，放开。他现在面条都不吃你的了，要吃西兰花是吧？他要吃菜。摇什么头嘛？你不吃这个，你吃得饱吗？哎，不要用手去抓，不然就习惯。你看他想要去你抓里面的菜，看到没有？干嘛？真的是，还是想要他的菜。他面都不吃哦，吃那个西兰花吃上瘾了。这个薄薄一点的噻，然后再给你拿一个。像一只兔子一样的哈，他喜欢吃这个，又可以磨牙，又觉得拉抓抓来抓去好玩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第二个又抓起来哈。速度好快啊，现在。